你看人家这个女的多能干，背了那么大一块木料在往家走。我在一路上啊，看到好多这个男性啊，推着这个小孩儿，就是在瑞典，这个男人带孩子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。这多好啊，很多愿意做家务的男的就被解放出来了，不用工作。一方面啊，带孩子、做饭，媳妇儿出去工作。嘿，哎，这老奶奶走得太慢了。